看这一题，他说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人排成一列，若甲乙丙丁四个人必排在此列的最前面四位，且甲乙呢不能相邻啊，那么这七个人共有几种排法？那就是说这四个人自己排，这三个人自己排，这四个人自己排的话，甲乙不能相邻，所以我现在的话排丙丁啊，丙丁的话呢，这个有二阶乘的方法，然后再把甲乙塞进去，有几个地方可以塞，这个地方，这三个地方啊，三个地方塞进去的话就是三取二嘛，三个位置取两个位置哦来塞，就是 P 三取二，这个是这四个人在这里排的，那这个呢，戊己庚哦自己排就是三阶乘。所以总共有多少？总共二乘以哈，这个是三阶乘是六，这个三阶乘是六，十二啊乘以六，七十二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B 七十二。